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演技之难，王一博专访揭秘眼神戏背后的艺术探索。电影《无名》已经播出一段时间了。据悉，该片投资成本为3亿元。截至今日，该片累计票房已达9.3亿。根据此前网友测算，该片已经实现了9亿的投资回报。现在9.3亿已经超出预期，票房净利润率可以在200%到300%之间。感谢导演和主创工作人员的努力，这可以说是一次很棒的购买。在金鸡奖上，该片还获得了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导演和最佳剪辑3项大奖，也算是当之无愧。近日，王一博金鸡奖提名者专访，回忆剧中饰演叶先生的感受。有记者问他在电影开拍前做了哪些训练，一博表示，他在开拍前就进行了事先训练，对影视、台词、打斗场面做了一些训练。导演还带他拍了一些关于他表演的视频。当被问及片中最精彩的场景时，哪一个部分是最困难的？一博表示，最困难的眼神场景是因为他以前从未练习过目光接触。此外，影片中有很多眼神戏，他和梁先生搭戏时非常紧张，所以对于眼睛场景来说有点困难。当被问及时，你说你很有耐心吗？具体指的是哪一方面呢？一博说，当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，最大的困难并不难。当叶先生得分时，他会给自己更高的传球得分。他还表示，一年能拍3部好作品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，非常幸福。句号。看完一博的采访，人们更加期待他未来的作品。果然，郑成才华横溢，勤劳善良，天真可爱。与他合作过的导演和演员都一致称赞他。最后，我必须说，王一博还是很谦虚，自视太低了。叶先生出演这部电影值得你付出努力。在这个专访中，我们深入了解了王一博在演艺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，尤其是他探索眼神戏背后的艺术深度。王一博在交流中坦率地分享了他对演技的理解和追求，尤其聚焦于眼神戏这个演技领域。首先，王一博表达了对眼神戏的独特认知。他强调，眼神戏是演技中最为复杂和深刻的一种表达方式，因为眼神直接反映了角色内心的情感和思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深感眼神戏的难度，但也意识到这正是演员不断追求和挑战的方向。其次，王一博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挑战眼神戏过程中的经历。他坦言，在塑造不同角色时，尤其是那些内心丰富而情感复杂的角色时，眼神戏成为了他最大的挑战。然而，正是在这种挑战中，他发现了自己在表演上的提升空间，并从中汲取了深厚的艺术灵感。王一博还分享了他在专业指导下不断努力提升演技的过程。他接受了专业导演和表演指导的帮助，通过不断的排练和反复演绎，逐渐掌握了表达眼神戏的技巧。这一过程中，他对于角色内在情感的深入剖析以及对演技细节的敏感把握，都在不断锤炼中得到了升华。在这次专访中，我们看到了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位全能艺人，更是一位敢于挑战自我的演员。他对于演技的追求不仅仅停留在表面，而是深入到每一个细节。通过揭秘眼神戏背后的艺术探索，他向观众展示了一个艺术家不断突破自我的决心和才华。在此，我们也要向王一博致以最真挚的敬意。他的努力和专注，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演艺生涯，更为观众呈现了更为丰富深刻的表演。期待未来，他能够继续在演技的道路上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惊艳的作品，为观众奉献更多精彩的表演。华丽登场。赵丽颖的实力演技惊艳无比。赵丽颖新剧《与凤行》即将登陆央视，备受期待。然而，网上曝光的预告片让人颇感唏嘘。滤镜的运用让画面显得灰蒙蒙的，缺乏质感。另外，女主角的动作设计也让人感到意外，有些过于游戏化。不过，剧中的凡间风景画面确实令人心旷神怡，展现了宁静和美丽。尽管如此，滤镜效果、配音问题以及特效处理都引起了网友的质疑和不满。期待在正片播出时，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。总体来说，人设的双强形象和剧情设定引发了观众极大的期待。希望《与凤行》能够圆满成功，期待赵丽颖的精彩表现。赵丽颖的实力演绎一直以来都是观众瞩目的焦点，而这一次，她再次以华丽登场的方式惊艳全场。在演艺生涯中，赵丽颖一直以其卓越的演技和多才多艺的形象受到广泛好评。这次的演出再次证明了她在表演领域的实力和魅力。
在《与凤行》中，赵丽颖的演技达到了巅峰。她通过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精湛的表演技巧，成功地将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，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和情感的盛宴。每一个表情，每一段台词都展现了她对角色的投入与理解，让人感受到了她在演艺道路上的不断进步和突破。赵丽颖在片中的表现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她，她不仅展现了出色的演技，更是在角色之间巧妙的切换，完美的呈现了角色的多面性。观众们对她的演出纷纷赞叹不已，纷纷表示这是一场实力派演员的震撼之作。除了实力演技，赵丽颖在《与凤行》中的形象也令人惊艳。她的出色扮相、精湛化妆技艺，使得角色更加栩栩如生，引起了观众们的共鸣。她所展现出的魅力不仅来自于外在的美丽，更是源自于对角色深刻的理解和对表演的真挚热爱。这部剧的成功也离不开赵丽颖在片场的专业态度和努力付出。她在拍摄过程中的用心、认真和敬业，为整个剧组树立了榜样。观众们对她的尽职尽责和努力付出纷纷表示敬佩，认为这是一个优秀演员应有的职业态度。总的来说，《与凤行》不仅仅是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，更是赵丽颖演艺生涯中的一次亮眼之作。她的实力演技、精湛表演和专业态度将她的演艺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。赵丽颖不仅在外表上惊艳全场，更是以实力和才华征服了观众的心。期待她未来更多精彩的演出，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